點解話咧？睇完之後咧，可能咧令你係身心亦都舒暢嘅。呢、這個就係從鋪天利從鋪利天降下嘅何遮城，唔知我讀得啱唔啱啊？我哋有請郭博士啊！好，郭博士介紹一下呢幅畫嘅好處喺邊度啦？係，我哋有請郭博士。要講少少故仔啊！呢幅畫有故仔嘅，唔好意思啊，要講故仔。係，我哋盡量兩分鐘講曬啦。公元前326年，亞歷山大帝咧打到印度，成立咗印度希臘王朝。之後咧，到亞歷山大幾年後死咗，離開咗印度。就啲軍隊咧留低咗印度，就信咗佛教。但當年嘅佛教咧係冇佛畫、冇佛像嘅。咁咧希臘人咧就信多神教嘅。佢信佛教之後咧，佢咧冇個神拜咧就唔安樂，咁啊想辦法咧做啲佛畫出嚟，咁啊教咗印度人咧。就畫畫，又教咗印度人咧就雕塑，變咗呢種咁嘅流派嘅佛畫咧，喺世界上而家喺巴基斯坦北部叫做伊陀羅藝術，後屘到印度建立孔雀王朝之後咧，先流到斯里蘭卡。咁呢位作者咧係我一個組織嘅秘書長，係 ABCP。佢係比較冷門嘅，好想同卡斯特羅咧做到朋友嘅，就呢位作者就卡斯特羅嘅朋友，係我組織嘅人。咁佢咧，佢當年咧斯里蘭卡總統送咗幅地俾佢一個藝術工廠，佢有一個大和尚咧冇錢嘅，泰國和尚都冇錢，係我哋中國和尚咧先有錢嘅啫。咁咧佢揾我幫起咗個藝術工廠，起咗之後咧，佢送咗12幅畫俾我，而家喺我手上收藏。咁我拎咗嚟香港咧，就擺咗喺我自己嘅領事館嗰度。我當年咧喺蘇聯，我住香港嘅第一個領事。我擺咗領事館之後咧，喺8年前，置地公司。就俾咗個場我咧喺交易廣場做咗次展覽，就由瑞士銀行同新加坡銀行做贊助人嘅。咁今日咧，李文斌太平紳士佢太太係我哋好朋友，佢要求我將啲畫咧就喺故宮做過嚟嘅，咁拎出嚟咧就拍賣，希望帶嚟俾投得嘅人。是呢個事業進步吉祥如意。如果佢有機會投到，佢見到睇畫時間，聽到聲音咧，你話俾我聽。啊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好有意義喎。嗱，咁我哋原本底價咧，如果打出嚟咧，幾多錢咧？就50,000嘅。咁但係思想係為一跳，佢咁精彩同埋咁有寓意嘅介紹，應該幾多好咧？嗱，首先非常多謝郭博士同埋非常多謝李山李太啦。我就可能職業病啊，因為你知啦，我哋成日睇字咧就有少少咬文嚼字。我見到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印刷咧底價係50,000，不過就冇話係一張定兩張喎。我相信咧，不如我哋開始100,000好嘛？好。10,000第一口價。好，兩幅係。係，12萬。13萬。不如我哋唔好俾佢停啦，有冇14萬？15萬。多謝。15萬，我覺得不如我哋將佢嗰個價錢好意頭一啲，18萬好嘛？我又見到揮揮手喎，嗰邊係同我揮手啫，佢冇叫價。哎，真係叫價，係咪啊？咦，18嘅喎，而家又係。係，阿師姐，我哋就係想循序漸進嚟嘅。係。係啦，阿周生幾多號啊？18咯。18，好嘅，多謝。多謝周生，多謝。
18萬，我哋有冇其他嘅擅搶人翁有興趣再將呢一個價錢再推一推呢？因為其實我諗而家大家見到咧，眼前呢兩幅畫咧，唔好話嗰個背後咁有意義嘅故事，淨係睇落去咧，令到人哋係非常之祥和，同埋個感覺咧係非常非常之好嘅。我相信咧，一定係價錢咧，一定遠遠係超過18萬嘅。有冇擅搶人翁再可以有興趣再同我哋將呢個價再推得好少少咧？我可以嘗試循序漸進咁樣提議18萬8，好嘛？李文斌先生，佢有啲意見。係李生，請講。20萬，多謝李生。多謝李生。哇！我建議李生，如果投到呢幅畫咧，星期三應該呢個立法會俾嗰啲人睇下，即刻祥和曬。我相信如果李生幫我哋咁做咧，我哋以後立法會個拉布情況一定有相當嘅改善。好，物超所值啊！多謝20萬，第一次，20萬，第二次，20萬，第三次，多謝李生，啊，恭喜曬，多謝李生，多謝，我哋稍後會進行一個嘅係立法政策，多謝李生，多謝你先，首先多謝，係，一定福有由歸，多謝，多謝曬郭少明博士先啊，多謝郭博士，多謝，好，第三個牌，哇，即刻我哋幾開心，第三個呢個咧就係。珍藏了25年以上的花膠，嗱，俾個參考價大家。呢、這個花膠咧就係差唔多係7兩幾重嘅，咁啊兩頭嘅。如果發起上嚟咧，就好似我成個膝口咁大嘅，咁啊好大嘅，好重嘅。Thank you.